这那天的雪一直在下，那是妈的装上牙卡照到了。他妈的雪，这雪下的，我总不可能把兄弟们弄死在这里吧？2006-2007是最后完成的两座小石子，只能冬天施工，时间赛跑。喏，中了，再丢一个小石子。没电的感觉好像落了一个东西，发电机冻坏了，氧气都蒸不了。搞！我去站这么多年了，我就干了一件事，注意安全，电电网。好，注意点啊！好，我们几个就在站在5400米的地方。受伤，彻底受伤！我们是真的是拼了命在去做一件事情，把西藏的电网建设好。